谢记者，各位贵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先读上次会议记录。第十一次会议记录，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6月15日上午9时18分，地点本会议室厅。出席张议长、明达等15人，内席张县长、花冠等26人，来宾各报社记者等29人，主席张议长、明达，秘书长黄尚文。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、林绿营、王立贤、黄旭平、李静荣主席宣告开会。一、报告事项：一、主席报告议事日程；二、议事组宣读第十次会议记录；二、宪政总质询以业务质询；三、主席裁示：预言所需资料，请各局处如期送至本会。四、散会，上午13时05分以上。各位同仁，咱上次会议记录告什么一个？无吼，无咱确认啦吼。今天咱排定的议事日程是专案小组的报告了哈。咱即马先第一了哈。专案一，为提升本县运动水准，连贯培训本县中小学运动人才，增设体育班，并甄选培训优秀之专任运动教练。专案监督小组召集人陈柏霖议员跟罗世阳议员。你报销者吧。大会主席张议长吼，馆长、副馆长啊，议会主管，咱议员当然呢啊，也甲咱媒体小姐先生吼啊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议员本身呢有两个案，第一案甲第13个案吼啊，直接一同呢来做一个报告。因为咱第一个案吼非常的重要，这已经经过着吼安尼几十年来的努力。当然呢，伫咧今年呢，由着这个专任教练、甲培训运动人员呢，咱的学组呢，今年呢，特别呢，爱甲咱的大会主席、搁咱的议员做一个相当报告，就讲，今年咱的过去这10年来呢，受着咱的陈馆长进前咱的即卖的委吼，即卖咱的张馆长呢，爱甲馆长你做一个相当呢，甲报告，甲互你。知影讲，今年的呈现度，因为就是讲，咱这所有伫咱这体育班，伫咧培训咱的教育观的囡仔当中，咱的付出，咱的努力，伫咧今年呢，得到咱非常亮眼的成绩。就是讲，咱的山区有咱的德佳中学，咱的海区有咱永庆的完全中学。伫咱冬吹时，咱的馆长。在领导之下，在咱的嘉义县政府内编的预算，来用这个体育班的架构，过去伫教育部中央部门内底，还未实施12年1贯的当中呢，咱嘉义县政府，我都架构在我们的3层的培训，无大紧，咱的12年1贯的这个策略呢，咱终于今年呢会当呈现出来。是安怎讲呢？尤其是今年度，咱的学子。伫咧所有高中咧考试的时阵，拢伫国立的大学，有咱的台师大，甚至阁有咱的高雄的义洋院。一个体育班运动选手，过去予人看无，予人看讲真真正正无法度去甲栽培的当中，咱嘉义县政府伫咧财政欠缺当中呢，无法度架构咱的3层培训咱的学子。所以讲呢，咱与有荣焉呢，伫遮。本席要来做一个报告，甲咱的议会、咱的主席，啊，甲咱的议员同仁，搁咱的媒体先生小姐，甲恁讲一下，咱做到啊，咱嘛，予咱的嘉义县的囡仔享受到啊，嘛，咱的培训、咱的教育团队内，咱的师资团队，咱是绝对比别个县市搁较好的。所以讲，馆长，伫遮呢，本席要再一次甲你重申一下，希望。咱的相关单位，尤其财政单位、甲主计单位，是不是我们在现在开始，从105年开始，我们陆续的，是不是还在架构完备的运动教练？再来，要考量到我们的教育单位是不是有缺失？咱的嘉义县的奖牌数是不是要来增加？所以讲，本身呢，第一要来保留着咱第一个专案小组。咱这个小组的专栏。第二，希望咱县政府会当有一个策略性编列咱的专任教练，要安怎伫单项内底
发挥更加好，是咪过来架构咱的专任教练，会当让咱的专任教练内底内，伫咱的现有现役的选手，或者我们嘉义县的学子里面，来让咱的嘉义关，咱的培育人才之用意呢，达到最淋漓、最完整。希望呢，咱的馆长跟咱的一级主管，我们要考量三思，在于加强的完备之情况之下，尤其是教育单位，我们要再次的监督。本身都要讲到未来性的咱的黄金计划，无论咱的中小、中上，还是专运会，还是全民运动会，咱的黄金计划要安怎呈现出来？我本身伫遮要甲咱的教育单位，吼，甲恁做一个来，甲恁监督，或者你要有持续的计划性，咱的黄金计划到底要放伫第几个单项？这单项内底？在咱现有咱嘉义县，咱的现役选手或者在学的选手们，咱的黄金计划内底要突破几个金牌数、几个奖牌数。所以说，希望教育单位在这期的会期完以后，麻烦你们的科室里面把这黄金计划报告上来咱的金、咱的本会，吼、哦、上来给本席。咱的专案小组内底呢，为了培训咱的。嘉义县中小学运动人才里面，我们欠缺的哪几个单项？希望你甲咱的馆长、甲咱的各科室主管做一个相当的报告，再来甲本市做一个书面报告。安尼教育处可行吗？大会主席哈，咱郑议长哈，县长、副县长哈，还有我们各位同仁啊，各位议员哈。啊，大家好哈。那感谢陈立言了哈。那长期以来哈，对于我们学校三级培训哈，那么专业教练的一个养成哈，以及成绩效的一个追踪，一直在关心哈。啊，其实呢，这规章在专业运动教练边嘛未歹哈。那学校我们的体育班哈，在国中小大概下班嘛有40班哈，另外要有资源班哈。那咱每一当参加的选手其实是无济，你从今年全中国来讲，咱96个选手，咱得到17面奖牌，哦，这是无简单啦。照比例来讲，嘉义县算算我百里头啊吼。那我想这个一年，咱虽然资源少啦，但是我们采了大概是说，等我等下兼并政策吼，那也表示专业教练大概也有发挥它的效用吼。那有一半行啊较弱的，我想我们会除夕来考核吼，来考核。那如果绩效好的，我来评估啦吼，因为咱一寡选手为咱拍拼，为咱这个提金牌，如果有机会，吼，咱来创造好就业机会啦。这得我想我们会来评估，然后把优秀选手留下来，继续当教练，继续传承我们的强项。我想这样的良性循环是对的哈。我想这部分我回后啦吼，这个定规大家了，我想我们会来这个在两年比较一个顺周延的一个计划哈，那让我们。最好练也好，选手也好，家长也好，对我们县里面的运动会的支持。你这还是要保留啦，你临港也要那个专案小组。好，我知。即马就是要让局长你知影吼，未来性的，啊，佮要让馆长，啊，佮咱一级主管的，咱相关单位的要知影。上届重要，是咱本身要伫遮拄啊报告，就遮完整的时，就是讲咱付出，嘉义县议会，咱有监督，嘉义县政府编的预算，伫咧咱努力。这10年来，咱伫咧今年度，即第一期的第一批的选手，加上即囡仔，伫咧这边的考试，拢考到国立的大学，够台师大，甚至有医学院，这是难能可为，真正难能可得的一个最大的消息。所以讲吼，本是要伫遮再一次吼，要重申来，啊，要希望教育处这边遮呢，继续啊来支持，啊来配合，啊来监督，啊来计划。未来呈现度要到什么时候？要到什么成果？我要让你知影，嘛要让你到单位内来继续延续来这个单项各单项内底，要阿伫对咱嘉义县的运动，即个囡仔，即个专任教练，甚至咱的教育处的单位，唔是干啦术科会当让咱的囡仔，让伊家己发挥到伊的最大的专长。上届无伊的学科，伫咱教育单位的师资团队。爱放心，和咱的学子在咱的学习当中，学术的并进，学术的巩固，这是最大的期待和期许。哦，这就是咱做教育者最大的教育领导人。
所以讲希望教处这边只继续爱来，予咱的家己的教育咯，延续的发展、成长、发扬光大。哦，希望安尼。啊，所以讲本身呢，伫只呢在一处要来保留着咱第一案甲第十三案哦，来做起来保留。无啦，无啦，十三案你等下啦，你第一案先去就好啦，好吧？哦，安尼哦。还袂到十三案呢。我是讲我做起报告就好。无啦，无要紧啦。安尼哦。你要保留，无你就等下我讲保留就好啊。好。好不？来，咱第一案就保留啦吼。来第二案。哎，专案二，针对本县嘉义乐活有机农园专区，本会成立专案小组，以深入了解其推动情形，召集人林于玲议员。来，林议员，你敢要报告者？多谢谢谢哈。伫我要报告进前哈，我是希望咱县政府各科室的主单位处长尊重一下哈。议会的发言哈，议员的发言呐哈，尤其到多我想跟那台北市较发生这工课滑手机嘛哈，台中嘛哈，我看过来嘛咧滑手机嘛，农业处处长到多啊哈，县长拍摄啦，我都拄多好安尼，目睭看起都要看到，阮陈柏霖议员哦，等你报告甲真详细先，看到农业处长甲阮行销处处长咧耻笑，毋知是咧耻笑，还是咧？笑讲安怎讲啊？这个议员讲伤济也是安怎啦？哈，我是发现他们两个表情不是啊，有一点不是那么尊重。我希望说尊重一下议员的发言，因为意见提出。好啊。啊，恁老身边迄类吼，恁嘿较尊重一类哈，不要耻笑哈。我觉得这样不是不对的啦哈。好，来针对这案哈，嘉义乐活有机园区的迄个专案小组哈，伫只我话。因为农业处长，因为我有看到你伫咱张县长的脸书上，你有公告他要委托经营嘛的公告嘛。那我要请，以这个都是目前你们已经这样，已经这样的情形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现况都已经把它安排得很好了。因为我看恁第三期的较拄要完成尔嘛，七月要完成嘛。所以是照这个图样，您即马这个图样出去，就是即马已经做到安尼啊，一模一样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图就是您即马做的情况啊。来，这个助教部主席议长，好，谢谢议员。议员，您指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的手机上面的图，是之前的示意图，还是小花县长脸书上你不是有那个委托经营的一个公告招商嘛？对不？哦。空拍那张就是实况啊，那就是实况，那就是空拍实况。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的这么的，最主要就是道路还有水池配水池那部分都已经完成了。绿地啊，都是喽，都是、那个不是绿地，但那个是草，嘿。这是草。对，行进草的地方。米行进草，因为自然形成的，因为它是有机园区，不能除草。哦，原来，那就表示你有用心啦、啊，哈，你有用心在那个，那没关系，这个哈。这个再谈了、啊、哈，那当然对于这个我们的专案小组哈，我是议长，我还是要把它保留下来了哈，因为现在目前第三期的阿北赫嘛，好，所以我想还是把它保留下来，再监督一下你这个有机园区哈。感谢议员的监督。啊，第二案继续保留了哈，来第三案。专案三，为了解大埔美精密机械园区第一期、第二期及马稠后产业园区等案之开发进度、招商情形及工程品质之管控，主专案小组已了解该案之推动详情。召集人张议长明达，副召集人林宝平、陈宝仁、林木慧、詹婉珍等议员。这案因为咱这个工业区呢，还继续去开发吼，咱这个一期的。这个给取消掉了吼，这个大埔美一期的给取消掉，咱即马专案小组来改大埔美第二期给买掉了吼。咧，咱即个另外板桥保银遐，恁有啥物意见无？都保留掉啊，是讲迄个一期的都免都给处理掉吼，换二期的给买掉就好啦吼，好不？吼，嘿，吼。安尼就第三案就第一期的就要甲取消掉，大埔美的第二期甲这个买掉的吼，继续保留啦吼，专案小组继续保留。来，第四案。专案是
为加强照顾山区乡民权益，并配合政府对水资源之保护，组成专案小组，要求经济部水利署提高回馈金额及增列其他回馈项目。召集人张议长明答。这个第四案，我看继续搁保留啦吼。那第四案继续搁保留啦吼，因为咱山区这保护区的吼非常的多吼，咱继续大家注意一下嘿。专案五，为使布袋港重现昔日小上海美誉，组成推动布袋港与厦门直航，加速两岸龙鱼产品快速抵达，增加龙鱼民收入及人员交流，以促进嘉义地区之繁荣及加速布袋港之经济发展专案小组。召集人江议长明答。这第五案吼，因为咱布袋港真需要开发了吼，咱嘛希望讲，这县长进来呢，甲咱从布袋港吼，看会当开发无吼，这案呢，咱嘛继续保留了吼。专案六，为了解故宫南院工程进度及开馆后如何活络地方文化观光产业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繁荣发展，本会成立故宫南院及周边整合发展之专案小组。召集人江梅宏议员，副召集人林湘婷议员。来，江梅宏议员，敢要报告一下？咱的主席、咱的议长、县长啊，管府的同仁、议员同仁。媒体记者，大家早上大家好。这个故宫南院这件吼，继续保留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咱知影就是伊足侪工程延宕啦吼，拢还袂做，也无处理。伫上重要就是讲，咱嘉义县、咱县府捐地互因用，但是问题一寡县民吼是安怎敢部分的会当免费出的，拢还伫无法度决定，所以这点这件就是爱伫继续保留。好，来第六案继续保留了哈。来第七案，专案七，嘉义县因应少子化，学校若面临区域整合，教育资源经费应保留，例如乡内其他小学，成立监督专案小组。召集人林木伟演，副召集人蔡鼎山演。来，木伟兄要报告一下吧。主席。管长吼，管务一个主管，各位咱的媒体先生、律师，各位咱议员，当然大家好吼。就这件吼，当然我感觉吼，咱嘉义因为一个农业县吼，一寡这个少年人拢外移到都市去找工作吼，所以咱直到咱话乡内吼，较落伍的所在吼，所以人咱的学生数不够吼，以我头。有含咱这个初步了解吼，咱这个所有的学校国小的有嘉义县有123间嘛吼，啊个加分吼10间，等于133间。这当中都有47间的学校人数，伫这个50个人以下，甚至有诶20外个人尔吼，足侪间诶吼。这个问题我感觉吼，一定爱好好来甲处理好，因为吼，你怎啊你？这部落啊推动哦，这个资源的整合哦，你啊资源甲整合了，咱这个乡内都有几间啊较好的学校，这个咱的囡仔流失，咱该保存。啊无你啊讲放任卖插伊，都地拖到尾，搁加几栋啊。咱的这个甲西乡镇的这个学校会怎会无去安尼？所以我希望咱处长这方面哦，爱加强力道，你安怎来活化咱？咱乡内遮个学校吼，咱事实上真个程度吼，咱个家长佮咱个社区，大家拢会当理解。所以你真要甲整并，但是你我咧一直强调，你整并出来经费，你爱留落来迄个所在，安尼吼，会好化诶教学内容，啊，互地方会当佮较好化，甚至外乡地嘛想要来读，所以这点即一定爱来保留起来吼，继续推动，希望咱。处长吼，管到这边吼，因为咱囡仔教育吼，一定爱足重视的吼。我以上的报告。这案就继续保留就对啦，吼。好，来，这第七案继续保留，第八案。专案八，为有效监督沿海六处国家级重要湿地保育、护育与环境保护工作，成立沿海湿地保育监督小组。召集人蔡鼎山议员。来，阿三，
那么既然哦，因为咱即马国家市域保育法即马顶无偌久公告，啊，即无偌久吼，咱沿海地区即马针对市地保育法内底，对着咱沿海地区伫未来发展观光吼，会禁建还是开发，有足大个阻碍。啊，即马吼，伫沿海地区有足侪群众，交即个学术单位也是即个环保单位咧，因即马针对着即个市地保育法要求咧，咱农委会内底，咱国家内底爱做一个修正。啊，咱顶无偌久有办一个迄个湿地保育法的修正的这个公听会，由咱蔡议员会的座谈办的报题。啊，本小姐你讲，伫未来，伫湿地的保育、交开发、交观光的发展、交湿地的环境保护咧，这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本小姐建议本案咧继续保留。好，啊，咱特别人继续保留了哈，来第九案。专案九，本会针对县内固定污染源空污费计算传输数据之正确性，并了解目前工厂用水情形及抽取地下水情形，处专案小组加强监督追踪，以防再度发生弊端。召集人陈福成议员，副召集人董国成议员。好，请呀。啊，大会主席哈，啊，关于这案哦，啊，就是过去跟这个伊这个。主动的这个传输哈，啊，数据有造假过经营，啊，所以再来组成这个专案小组哈。啊，在咱专案小组开的中间哦，咱有建议到环保局哈，啊，这个伊虽然是传输来到咱环保局，但是伊造假是咱唔知道，所以咱即马要求伊哈，啊，直接要甲咱台湾报告，伊咱有要求伊环保局爱用迄个移动式的监测的这个仪器哦，去到现场，啊，不定时去甲监测，啊，比对伊这个。啊，自动传输到咱环保局内底数据有符合无？哪有符合？哦，啊，表示即个就无造假哈。啊，就是讲即个不定期的中间吼，啊，去甲伊比对，啊，即是讲吼，下也好啦，无某一个好子这样，较免过去到即个造假的即个问题。啊，所以讲啊，为着即个咱啊，专管即个环境吼，啊，牵连到即个啊，伊即排放即个氮氧化物、硫氧化物吼。啊，牵连到这个 PM2.5 的这个浓度上悬哦，啊，咱有必要督促咱的环保局哦，啊，继续啊不定期的这个啊测检，啊，甲不定期的这个监测，比对咱内底的这个自动传输的数据哦，啊，种本身啊本小组认为有必要阁继续留咧。好，来，啊咧第九案继续保留了哈，来第十案。专案十，为加强本县风景游憩区之繁荣，本会成立推动仁义潭风景区发展之专案小组，以改善仁义潭周边地区之城乡风貌及带动本县观光旅游之发展。召集人张议长明答。这个第十案呢，嘛是要继续保留，因为咱仁义潭开发到即卖二十几档吼，四边的周围吼有真侪观光的设施呢，咱拢还袂去开。啊，未去加开发啦，吼！啊，所以讲，咱这案继续保留啦，吼！来，十一案吼，陈文忠议员都就教我讲，这案无要保留啦，吼！吼，十一案啦，你直接了讲十一案无保留，伊都就教我讲无必要啊，伊有教我，吼！那咱直接讲十二案好了。好，第十二号案。故宫南院总经费约79.35亿元，而故宫南院回馈县府11亿元建造周边道路景观，只为详细了解经费动支情形，组专案小组。召集人李国胜议员。哎，啊，哦，来，保留就对了。啊，要讲一下无？哦，免吼，好来，十二案保留，来十三案。第十三号案为防止有毒垃圾混入本县焚化炉焚化，主专案小组严加监督。召集人陈柏霖议员。啊，要阁报告一下无？哦，啊，安尼十三案保留啦吼。安尼，咱今仔日吼下会就到这吼结束吼，来。